哎，一博，哎，今天哎，挺帅，你这发型不错啊。两位队长怎么看？首先要非常感谢老师，真的，嗯，其实小潮呢，春玲，你们本来是一个 battle 型的选手，然后编舞性也是靠近 LA style 的 urban 的。 但通过每一个阶段，你们一直在更新自己，其实对自己是一个突破，跳出了自己的那个舒适区嘛，所以我是为你们骄傲的，嗯。我看到两个非常精良的作品，嘉儿队的老师们一上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演了，包括到这个我们的藤仔也是，好像都是有这个桥段，所以刚刚把我吓到了，我以为真的是导演在骂人，你知道吗？ 干啥玩意儿？我很喜欢藤仔这边的那个拿棍子设计三个人，就是抓捕的那个动作，感觉设计的特别好。然后大家的想法还有道具的运用都特别的好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两个表演都是很适合。 现在就是现场这个环境这个气氛呢，就是大家好像在一个 party， 嗯，我们倒数，然后举行那个派对的狂欢，就所以那个气氛是很对的。然后我特别喜欢藤仔，他融合的特别妙的一点是他把那个叉叉的动作带着 pop 去做，我特别喜欢那个巧妙的融合，对。 其实我们知道小蛙队长的国标跳的也特别好。哇哦！我想问的是，这两个作品呢，如果让你加入一组表演，你会选哪个？我特别想要跳那个藤仔那个。桑巴，对对对。桑巴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桑。没没没。桑巴是什么动作来的？就是标志的动作是什么？桑巴。 身板有很多那种啊，就是转身之后，拉拉屁股，拉拉屁股。就大家看到的片段都是10年以上的，我的动作已经忘了差不多了。哎，你知道我学过国标吗？呀？你也学过国标？哦。哪个？哎，不是，但是我确实是想问一下，以前有一个口号叫 2-3-cha-cha-1，那是怎么做的？ 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再教我一次吧，哎，我可以过去。哎，哥，你要不要学啊？啊。我也等一下。没有，最主要是学一下，最主要这个太难得了，就是10年前学了忘了，现在难得有老师在，把握这个机会。 Let's go。 左脚右脚先，后脚，前进，踏踏踏，哇，踏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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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了手了手了，卡手了，好，耶，哇，哦哦哦，好像我记起来了。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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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
的学过这个、哦、啊，还真的不知道。我们都知道你会矿普，还不知道你会恰恰。对，以前就是父母喜欢让自己的孩子陶冶情操嘛，就唤起了你这段回忆吗？对啊，就是这个段回忆我一直都在，就从来没有消失过，在我的头脑里。穿着一个紧身裤，然后一个肚子一挺出来，然后特别紧，衣服也是特别紧。然后那天爸爸就过来接我的时候就说，哎，为什么学国标啊？不要学，不要学。我说哦，哇，谢谢爸爸。我感觉爸爸是把我从火里水里救出来，以为可以自己可以玩一下，然
然后转眼下午就带我跑到了一个培训中心去学相声。我有一个问题，老师。那拉丁舞者的话都是情侣吗？啊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艺兴，你想问什么？直接问。我就是好奇啊，就是好奇。他好奇两个老师，两位老师那个。关系是吗？对，我也比较好奇，就是您跟您的舞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我跟庄婷是情侣关系。艺兴，你知道他们什么关系吗？铁匠和孟菊老师，我不敢确定。哥，你怎么看？我也不敢确定。嘉儿怎么样？一博。今天挺帅，你这发型不错。那是什么关系呢？什么关系呢？也是情侣关系。哥，我知道了。我在这里推广一下这个拉丁舞，现在在场有很多人都是单身，希望大家在跳舞强身健体的同时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。当你们不知道跟你们的另一半合不合适的时候，一起去学拉丁舞，一起去学拉丁舞。太棒了，这是拉丁舞最好的推广。艺兴，你也小时候学过拉丁舞？对，那是很小的那个时候。那个时候是为了对很小的时候，对，当小的时候。当时你的舞伴是谁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因为小时候可能记忆都不是很深刻，但是我知道，就是像我那个小时候是个胖子嘛，我记忆很深刻，就是我在别人在扭动的时候，我这里是一坨肉，那个是很痛苦的一个经历。但有一天我看到某音上面有一个男孩胖胖的，哇，太厉害了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其实那个时候应该再自信一点，坚持一下，说不定拉丁也可以跳出点名堂呢。其实现在也不晚，星队长。找到伴侣。对，这个也不一定，这个也不一定。对，这个不一定。但是我会去学习跟研究的，老师们，真的。好，谢谢星队长。在这个作品里面，我们也第一次看到了腾仔啊，那么爱笑啊，一上来那种笑，你再来一个那个怎么笑的那个周围临时的微笑。有一种是就是真笑，第二种应该是苦笑。跳舞的话就是可以跳，但是要演这个卓别林的感觉，比如说一些表情，还有一说还有一些那种走路的姿势，这两个老师帮助我很多。真的是的。孟举和雪娇跟我们的腾仔合作感觉如何？为什么我们会创编卓别林这支舞蹈呢？首先因为腾仔这次特别的特殊，因为他是一个人，所以我们也真的很想帮助到他，而且能突出他自己，所以你也不用感觉到孤独，我们都在。好吧。而且说实话，腾仔他是一个比较憨憨的人，就是也不太会说话哈，但是他特别的努力，所以说无论今天的结果怎么样，就算我们赢了，我们特别开心；如果我们输了，我也相信腾仔 battle 一定会回来的。哇！我们再次感谢庄婷、侯瑶、李梦举、于雪娇，谢谢你们的加盟，谢谢。现在票数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，第一轮国标舞融合的对决，有一人七票，比分是59-41。让我们恭喜王这里看战队。